嘛，因为即阵嘛，即较近的人增加真侪，维护保守开放的公费甲自费的即中药啊，台湾清冠一号，而且药房甲药材啊，听讲有诶所在有欠费。张老师表示讲，就算有欠费，民众嘛是当挂即中医的门诊了后，用即清冠一号诶处方签来做底，叫每一个人的镜头去甲药啊。有薄荷、牛蛙叶、板蓝根、甲臭青草等等十种药材做的，有抗病毒、增加保护呼吸道等等的功效。这是台湾清冠一号的药方，卫福部开放民众会当用公费或者是自费来申请。中药对这个预防或者是轻症的治疗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，我会想买的。今天就是要来看中医，然后顺便请中医师能够给我们一些备药。即马确诊人数一直在压悬。现初时传出由国内 GMP 中药厂专案制作阿巴针的台湾清冠一号是开始大欠货，有中医诊所进货六十几盒，不过两礼拜就红卖了了。中医师表示，就算清冠一号欠货，民众也是当挂中医的门诊了后，以清冠一号的用方做底底，以每一个人的症状甲下用的药啊。若是已经确诊的人，会当用视讯给医生看了后，请亲戚朋友替伊拿钱跟领药啊。清冠一号的处方其实是处于缺货的现象。那其实我们在中医的全年会，或者是以及中医的这个工会，都已经在跟药厂做协调。但是我会建议说，其实如果民众有确诊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，还是尽量透过视讯，让我们中医师可以有一个有效的辨证论治，知道说您的症状还有您的一个病程。中医师嘛提醒，清冠一号的药方是以清气热甲化痰为主，药材大部分是较冷的。若是本身无气热的症状，嘛无感染的现象。常常用清冠一号来做茶饮，都可能会造成脑塞、体温低、脚手啊冷叽叽，甚至是气虚的可能性。建议爱护中医师诊断了后，以个人的体质来配药啊，比较较妥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